将烦恼念掉，将咱诶梦想执着诶放下，一丝丝仔咱迈留，咱来念一句，咱诶心。安尼咧，你虽然讲无像讲每一工啊、嗯，追随在一个善业。我讲善业，著是讲，在这个啊空间啊各方面都比较，大家一起这样行脚啦，共修。 是无时无刻顾即个心，所以说咧，难得有一个一礼拜咧，来了念佛一摆，可能要抽即个时间嘛，爱正讲诶。所以你啊，即个时间咧，你啊有法度好呢啊，呀，半年、一年维持到了啊，真加载。我讲较长，哈、啊，我一个月咧啊，保持一个月都无看人啊。 所以说，人呢，保持一年、两年、三年、四年、五年诶，虽然安尼累积，那就不得了了。所以讲，那安尼时，咱搁会当保持讲，只要摆中间呢，咱搁会当讲啊，从咱的心呢，从只一礼拜时间的心，搁甲收顿来。咱讲话梦想呢，把遐有所外牵挂，把放出去，咱好好念佛，你就会念得。 啊，你的心呢，一次一次的，它也是在生长。那阿尼呢，你咧念佛的时阵呢，啊，那种心呢，大家都是那么亲近，好比讲啊，变噶就得变大山呢。啊，一只呢，伫咱呢一只修行的中间，我即马来讲呢，出家在家修行，什咪叫做出家？你一定讲我出家啊，哪有什咪好讲呢？我分析出家在家 好，恁听，在咱呢啊，咱啊，卡说讲呢，咱个出家是甚么呢？我所谓讲诶，毋是相，嘛毋是嘞啊，咱是啊，整体都伫外口诶出家。你讲在家呢？你讲啊，在家呢就出家无？我讲呢，你心出家，心无出家，身没有出家，那这样是出家人。得你你梦想执着啊，比人卡紧。 你有教父的教导，个内些修来咧，个啊督导自己，唔害大。然后呢，为这个呢啊梦想执着嘞，即、这个啊牵挂啦、啊啊，五欲六尘啊，舍掉意。哎，你讲舍意咧啊？伊在在家来讲有较多讲淡化，然后呢一直叫自己要精进,进，然后呢啊加咧卖，一直执着。 伊伫修诶中间，伊就照不来，修出家咯，啊啊，心出家啊，心无出家哦这讲话。所以讲咧，啊，像安尼死的，五欲六存咧啦。啊，舍意咧，是毋是是情欲？这着涵盖了全部咧，不是单单的男女情义，毋是包括了几个啊。 啊，你的愿望啊，你的,你的愿望很大很大啦，这个的贪欲啊,啊，是讲呢各方面呢要求要要得得得得袂到，那贪欲啊，要求呢，我呢顺我不顺我嘛是贪，这都是报家带来啊。所以呢，这在家人啊，确实讲呢，你呐新出家，然后生没出家，你有这个这个条件呢，符合的。 叫啊！咱咧清净法来行咧，来清净，这个对啊。即马讲啊，你讲咧出家众咧，若讲啊，你诶心无出家，想出家咧是心出家，身出家，心没有出家，还是贪着五欲六尘，牵挂五欲六尘咧？那安尼咧是干啦啊？这想出家，想出家咧？那安尼咧？你心无出家？ 那只是相的外相而已。我们所讲的的是追求的内，往内求就是心出家。心哪出家，不是这个相显出来，这、就是出家错了。你要在家人呢，那心出家呢，心哪一旦清净一点，五欲尘呢，你不会像一般妄念执着那么强烈，以修行的啊目标，然后呢修得清净呢。 信出家，啊若有咧用功咧，行咧，呢，要贪咧较淡薄，慢慢淡薄咧，已往出家的路走了。好，啊，咱啊修行人呢，啊修行人是俩，我包括出家在家拢修行人，修跟行。所以咧啊，就这中间咧，你爱怎样？好一句话讲啊，身不出家，心也不出家，这就是在家啦。 在家，什么叫做在家？在我们的人内在的贪嗔痴的家。我讲在家，在家，不是强调在家人。我讲的怎么讲的话，我爱强调，不是针对在家人讲。那呢？啊，出家是指在家呢？你心内呢没有出家呢？你内也是没有出家，没有舍意，没有舍掉牵挂。 忧虑牵挂，然后没有舍掉那些贪欲六尘作用，家的、哦，你无想在这修行当中呢，真麻烦啊！所以讲呢啊，就安尼话呢，咱都爱怎样？那那、啊、修行呢啊，重在什么？重在行。行呢啊,啊，你行最重要。你行哪重要呢？ 为什么重要？在一般人认为呀、啊，你以解意嘞啊为重的话，那啊死不上力。你那解意呢？你有呢？你看到什么？你都底下改，底下修，底下修那个。我们这些的啊，五一六次什么都舍了，但是呢，佛讲的一切法呢啊，所有一切呢，所讲出来这些呢，也要舍，你够奇怪，真的爱想、啊。 佛供的物件，若爱写，佛供的物件，著是互你遐贪亲戚、忧虑牵挂、为六家掉的。诶，物件都是我常常甲你讲的，啊，著、就是像就遐洗碗精啊，从呢即罐洗碗精呢，甲你洗洗時的洗洗咧，卡卡遐规个拢爱摒掉，洗好咧水爱乾互乾气，卡卡嘛爱摒掉，你啥管啊退掉掉？佛供你听有无？ 啊，管那提条条著是讲，你行呢，听闻呢，你以解为主，所搞遐文字语言呢，提来一直过滤，一直过滤呢，那、啊、错了。人家会修的人呢，著、就是讲看过、听过，伊提来用啊，根本伊无得，伊提来行，伊无一直伫遐想遐文字，一直想遐调甲毋着。那安尼呢，在旁边所有一切相呢，你会使在调噶唔着，调甲毋着，一直咧执着，叫做贪着五欲六尘。 爱听好不？所以讲呢，那安呢呢想出界，心不出界难修不你要达到呢目的地呢难呐、啊，很难。但是有没有一直在在往内求？修行人就是修行，就是啥修正内在的这些呢？难道行非常重要？就是要行出来。 你去舍不想他不触他，然后呢歇即佛，你心念起心动念呢啊，生生灭灭的生生灭灭，不动他，他就是真的他起行了行，因为你不动他就是行了，不动叫做行，叫做修行修正修了行了，然道正的他就显现了？你条件按照步骤来，你未偷你。 你互你献上很迄个二十年、三十年，你不真久，吃也拢无伫诶，无作用。神非常重要。一个人嘞啊，你要修别啊，修禅嘛啊，伊、啊、会要修教法嘞。如果这些呢，你得定有嘛有，但是嘞，你真嘞无甲写真嘞。 啊！因收着这复杂难诶，这拢是在修订诶，拢伫在修这物件。我相比啊，也是嘞。教法看，咱就是看了后，咱就是收正咱家己，毋是提来改改毋行，根本就无条件。解意，但是毋行，若安尼呢，拢无符合，相应袂着。因你诶心无行，煞修正途中嘞，正途中。 种土中就是，你心若毋修净咧，毋行啊！你毋行啊，毋净啊！种土伫倒位，你念这句阿弥陀佛，虽念心无净，啊心无净呢啊，然后呢，你天天都是在修吗？嘿，你时时刻刻在修吗？其实卖甲动，所以啦，咱咧修定就是爱互卖动，才、啊、有法度定。安尼听有无？ 你时时刻刻都在动，动甲连未当想的嘛在想，连超过嘛在想。毋甲修道当啊，毋甲动动掉。你果会晓动孤孤，迄个个个小看有功夫，一直随在一起。看到啥都动，都该看到什么就动，看到什么就动动动动，一直动一直动，生生灭灭，生生灭灭，生生灭灭，时时刻刻生生灭灭，啊，不生不灭。不 就进涅盘，涅盘就是什么不动啊？安呢呢？你叫怎样讲啊？你就讲花开见佛，我不香。花开花是什么？花就是本来，花本来花开显现的，显现我们的本来的。 见呢？照见五蕴皆空，就是我们的本体，怎么的？本来在照的，在看的，没有东西的。花开见，整个整体的见，就是照见五蕴皆空的见。照见五蕴皆空，花开见佛，就是见到我们的本体的本性，我们的觉性醒了。我的生命。 无量无边，悟到无量了。我不生，你悟到什么？你不生不灭，然后无量无边整体就显现了。念只顾这个此句，就是能够悟入如来藏心。每一句都是在讲如来藏心，短短的赞佛句也是在讲如来藏心。我们的心有没有开的？我们要照这样行吗？你打刚的念。 你念你的自性，达工。的念你的本来的心，你到底有相应未？哪里呢？你贪着呢？不管出家在家，你都贪着五意六尘呢啊！舍不掉意，然后呢，你呢啊牵肠挂肚的五意六尘，你拢着掉咧。嘞！轮回就有你的份，爱跳舞。 所以讲啦，我、嗯、们修行人比一般的超越是什么？因为他无所挂碍，比一般人呢处事各方面圆满是什么？因为他的心啊，就是那么真，他才能应用在人界当中呢。他是超人一等的。所以说呢，你一个人呢，很有在世界很聪明，聪明到极点，啥咪一都不会通，噶人嘛不会通，什咪也不会通，噶人的攀，什么也都通。但是在我们看起来，只是一个。 攀岩而已，他的参参是很急、真甚夸，真想啊！呢，真想啊呢！啊呢，一、一抢得起安呢，呢，没有什么东西，只是妄念只做别人的强而已，哪里来做聪明呢、啊？所以说呢，讲一个真聪明的人呢，真啊真啊，点世智变聪嘞，无地慧，有什么作用？你你国家聪明你讲话讲话国加搞讲呢。说 你都无法度胜过一个的有智慧的人，有智慧的人呢，甲他讲一句，你讲到一大堆那废话的，没有作用，也没有，所以讲呢就安尼呢。所以咱修行人，言那话呢少说，他不是少说，是比人家呆板，是比人家在那啊死板板的，才不是的。一切影现呢，都是一些假象呢，看得清清楚楚。 讲出来的都是把我们的身心而脑害了，才不要讲这么多嘞。安住的都安的的，咱本觉来的，咱的本体，咱的祖性来的，祖祖在在，看到什么都不动。那安的呢？出家在家，在家修出家修，你有要这样的调整自己呢？是悟道的人，六道话到我道，爱听好不？ 所以讲咧，就安尼时咧，你得爱知影啊。所以讲咧，你个心人啊，无虾呢，做物件咧。啊，你若无砍条呢呢，你讲物件，你连铺呢，伊拢通的，绝对通的。像现在我次說說，我逐概甲你讲讲，我即马讲话中观，我无梦想，无执着的，我一直甲介绍咱兜，讲咱个兜个清净。我即马咧讲个物件咧，就是啊，一直互你回归本来的那个心性，你的妄念执着。 暂、啊、时把它放下。时候呢，你的心呢，就是这样，安住的无梦想、执着，伫咧念头都无诶时，安尼来纳数呢？你马上甲这相应，你念好，嘛敢阮你自然念好念头，咱的心相应。我这讲诶中间呢，我无加物件，无什物，无梦想，无执着，在涌泉一不断的心流当中，也是你的心先流出来的。我你的这心先流出来，我无伫把位地来。 在我们的自信还流露出来，那按内时，你看了啊，所以讲呢，在这当中平常呢，在我们修正当中非常重要，一个念头要卜出来，要贪的时呢，哎，你讲无念头要安怎做代志呢？我讲。 一个梦想执着和真诶念头无共，念念为众生，念念利他为主，念念无念，你就会利他，因为你整体都会很明朗的知道，清清楚楚的。众生加加减减，你甲伊刷也好；众生对了，你该刷也好；众生如此，该化好册众生咧，已经要落地甲伊救起来，拢咧无用家。 哪有时间哦，那你家己都爱叫我好啊，你你家己无叫我好，你要叫神啊？逐工伫遐咧，五欲六尘一直在循环。修行人著是神为主，行行行，那有教呢？行著是时时刻刻会当将咱的心啊照顾好，咱会当打满，则来照顾众生，这是理所当然修行人的责任。这叫波自私。 你对世安尼修来对世法官，法官著是行行咧。和圆满，我接不的啊，靠做众生，花开见佛物无，悟无生啊，安尼会晓无？安那无咧，你一直的停留在那一阶段。 过来呢，你家己无超越嘞，甲迄段行无够啊！五欲六点贪嗔痴啊重嘞，在这五欲六点嘞，真强诶。中，那魔障很很强。现在魔法魔障很强当中，无形当中你又被捞去了。家己又去蛮在，又认为自己是比人家、啊、厉害厉害的多，你还不是贪，还不是吃吗？搞比人卡厉害无啊？因为你也是贪嗔痴啊！ 所以讲呢，最叫主要，杀人放火啦，我恶的物件你袂去做，唔过你叫他嘛？那安尼你看咧？所以讲呢，啊，一个首先你讲，这个世界内底的发明的人，啊是开发的人，啊是引动某部分的啊的科学方面的哲学，整个引动某些的一部分一部分的，把它整体把它浓缩起来，再研究出来。 他的 idea 呢，他的分析呢，他的研究，他的智慧呢，在一般人超越，这个是十方一些诸佛菩萨视线展现、引动变化，让众生作用的。你听好不？我讲个特特的给你听，因为什么人会当研究到宇宙观，因为什么会当研究到说啊？这个能量能够让众生受用，这个就是辅助众生长养这个色身。 度了无量无边众生，一点一点福德都没有，他都能够让你受用无尽。这是什么？受用无尽。一寡的搞的人呢，为什么一地回来，我都啊开发出家？为什么无定光也我都开发到定光出来来造谣众生？以及怕顶那啊研究倒起来呢，造谣这些众生，在黑暗中呢也当造谣这些众生，何好咱懵懵。你都认为菩萨是什么长得什么像？ 菩萨呢，无时无刻在启发着整个角落的宇宙当中呢，他的智慧，他的的启发各方面比人家超越，在照顾众生，那個、叫做菩萨。你叫是菩萨是安尼想啊？你菩萨的阴毛相，一滴仔不爱手牙的物件，真嘞都是表法，不是人像。你大工在拜佛在拜，我讲你一滴仔在在,在拜，你拜出去看我是安尼？你借吗 都无啥愿意，拜好啊，出去哦、啊，看我是安尼。哦，我觉得真是众生的颠颠倒倒，化气力、发心回命的人，连一个动念都没有。虽然我贪心机，但是呢，尊重你，尊重生命呢，你家己爱怕什？ 安尼、啊、听好无？为甚么看到菩萨呢？我唔敢造恶。为甚么看到菩萨呢？我唔敢起心动念不好。看到菩萨，我唔敢起嗔恨心。看到菩萨像，我就是不敢。这都是叫人讲，这就样、是、菩萨的量呢，无量无边，清净无挂碍。看到菩萨，你的心自然就歇下来。然后呢，那像这样。 你只看到那个木头雕像，你就这样，嗯，看到他一定不可以起心动念，要降服我的心。那看到人呢？人那菩萨也是，佛也是人而、啊、修正的啊。这地方嘛是佛现人像，菩萨人像，现在地上出地上，规也拢人像的视线呢？敢有讲坐咧底下安尼，迄是讲咱的心量？ 你干来依依象起人，大错特错了。那你永远接不到法。高挂高讲我佛伫你面头，前嘛无效。你修无？无慢。哎、啊，你好无？所以讲呢，啊，会修的人呢，时时刻刻照顾心。当呢，在每个角落的道法呢，也是讲恶嘅人，也是欺负人，也是,是分别关家人嘞，你自自然然嘞，你心无动。 迄著是恭敬，你自然而然恭敬，也不用去提一个新高要恭敬，不用，你没有制造业的，你就这样，即就安尼来啊，恁敢了解啊？你到底逐工有了解这无？什么叫做小赚啊？即、這个条件你有，即算新初的条件你有做到未？安尼那会分蛋。 安尼照顾心，哪会去妄想执着？安尼来看到人就咧掉，啊，看到什么就咧爱，哪有时间好去关爱这些东西呢？是不是？你的心没有照顾好啊，心不够。安尼闲甘有，都、就是爱安尼闲。小净土法门呢，这些条件不必备、不具足呢，你想无，我安尼念婆你嘛分一定，伊你无照顾心。 爱、啊、听好无？啊！我讲啊，尼敢听？在家出家，我无讲出家。伊上，我著头甲背甲咧讲，你上出家心呢？啊！内底若干那毒糖呢？那这这这地脚东你咧走的呀？在家人呢，心呐毋出家，心嘛毋身心都不出家咧。那就是到底的凡夫。那安尼，咱嘞，咱上出家心毋出家咧。 啊，是道地的外道啊，咱敢真正是伫内道啊，咱敢真诶伫用啊，真重要哦！我甲你讲些重点，我讲诶拢是重点，你毋好甲当做那是听故事，有得听定定有好听，发言也无都无啊就！抑个能教导当中，会当教诶，中间，教未来咧都无啊，无沒,没有发言的。 没有这种音缘好这样讲，没有没有，还听好不？所以说咧，在这档我讲，各一第咧会得到，一一会当得到法义咧，嘛是共款安尼讲法，更较细物？你看咧，咱国会当安尼咧，无时无刻问法，无时无刻念着即点，即阵无良光，念着咱诶吉祥。 你是福报大过是毋咪？就只安尼，你是下一把功，安尼下一点仔功夫，安尼来拼咧，你就拼过啊！你敢永远要做凡夫？我感觉你静无志气，没有志气耶。小拼者，我看人遮屌的物件，就是你一般人咧看咧是好高不得了，可是咧就是内在那些咧搞不定他，搞不定自己，阿是拂袂行。 安尼，你的私底下，你无感觉你足无彩噶？下把功夫在出家在家都能能够引动众生。我讲宇宙间整个呢啊，超越者他是什么？菩萨是哪一种？他就是发明很好、很受用，让宇宙间大家能受用的那些都是菩萨。你个菩萨为多款？能够呢，比人家超越呢啊，做处事的一切都很圆满。 啊，然后不伤害众生，就是利他为主。你看，规个研究家、科学家，规个研究家，该敢毋是菩萨噶？迄东是嘞，无你敢有法度，摕到这自然能量来用，才来发挥一个发明出来呢？规个世界，规个世界都用得着。一个顶嘞，一个发明出来呢，规个世界用得着，那不是菩萨吗？为什么会展现这些人出来？ 我讲，每一个角落无时无刻都有菩萨在展现度化众生，善巧方便的引导。爱听无？我一再讲，你听无？哦，爱听有啊！我就刚刚在在地里慢慢的谈这五欲六尘有什么好谈呢？天天看就是引线就是如梦幻泡影的啊！就这样。 甲、甲、甲，你想甲、你着一直伫遐等、伫遐等、伫遐等，你敢袂感觉足无聊诶？甲等，着伫个遐遐意当中，连连即看看袂着诶物件，伫遐伫等，逐工着伫遐等、等遐物件，你无感觉无聊甲有春噶？啊！逐工啊等个四五个，你无感觉无聊甲死？我要做者，你看凊彩一个诶，发明者他能够诶发明一个东西咧，他就不集、集中在，他集中在那里，集集中在，他、他、他在这。 引导这些的引动这些应用，让宇宙众生应用。你钓个四五个，你钓一个，一个就好。外在你未刷卡，你永远伫遐。乖乖，乖乖，乖乖，海角外口遐，邊邊你又看袂到啊！狭义到几点啊？咱未感觉足惭愧嘞，对不起谁？你讲对不起佛佛菩萨，佛菩萨就是我们自己啊。对不起。还听好无？ 恁对不起家己，安尼啊！你梦想执着一个概念，恁对不起佛菩萨。我讲的就是这，啊！打工咧干，打工咧干，你嘛照上爱，照上贪，照上着。那你对起人家友好，不尊不重，教法也不听，什么都没有。你只是修的那人像比较完整一点点而已。要做什么？你做啥？ 哎，条恁照顾家己又照顾袂到，你看咧。所以讲呢，啊，叫更加省地省下行家，咱行偌久诶人。我讲咧，你你一百岁嘛，也过一百岁，甲即嘛听这物件，听甲即嘛，你即嘛也是自家诶。到底你收甲多啊？你交甲多？你钢管调伫遮，安尼开五袂。恁正我那阿玲五，就是安尼未哦。都从家爱变过，你唔较紧变。 你拼过就快换，快换！我咧看恁的条件，都、就是质感咧跳袂过，质感都互你受遮济，是跳袂过，敢袂感觉真冤枉？甲这人形你都走袂过，甲一物米物件咧硬过来，你都安拖你去呀、嗯？真是没有路用诶！安尼有无路用无？爱听无？我讲安尼听无？我无效无？ 无时无刻，拢会这展现如来自信的人，这着里啊，一米啊，逐工伫遐拖来拖去，拖来拖去，逐家就拖家面啊，青顺顺，乌噜噜安尼，你不觉得很冤枉吗？这真的呢啊，行，开始行，然后破力行，变过呢？真的呢，拢用逐工用真的，妈是共遮这神业拢到位，若遮尔呢，真遮尔呢，平无所谓。 它的功能那么大，为什么不去用它？老是用那种妄念执着，那真的这是引线而已。天天绕在引线当中醒不过来，那叫迷的人，一个干五的人，人家的心境不是安尼。你敢若要修，敢若想要干五，不那也唔干五修遐个一年两年五年十年唔干五？问你内底遐到底有啊？有存那五欲六尘遐你到底有处理无？你贤有够无？ 可能连信家己都信不到，逐人较重要。啊，你要安怎呢？哎，听有无？那你再小了一百岁嘛，共款啊，共款安尼，共款想遐呀，共款想遐，想甲一万岁，你嘛共款想遐。你逐工表演就表演遐，你无感觉无聊？到我看到无聊到有剩，你比了，哎，我比你较贴切咧。 比如即个人呢，吼、啊，这我爱见伊安尼呢啊，迄对是多时间蛮咧，早敢来诶，迄个阴影啊，我欠你啊，你欠我啊，无我我来做我种咧啊，诶、欸，我欠你哦，我欠你，即个人我着哦，即个即个即个，念在诶，一世做你囝，做你老母，做你老爸，做阿妈不？剧情啊，啊，即嘛着咧释放啊。偌久诶时间在天灵咧看，咱咧犯了干道事去啊？咱毋是，咱、那、叫、个、是人长。 哎呀，用永恒来看，三大干三大干，哎，就你比即嘛，你即嘛独一个人哦，我讲人哦，这个人呢，伊呐忽然咱来独过会开悟哦，无物件无碍，咱来独，咱来做讲个物件，咱来啊，唔是独人哦，讲哦，这是表法，像我你嘛，甲当作表法，你莫当作我讲的着，你当作我是表法，我讲的物件是表法，我人嘛表法，安尼好不？安尼，然后呢啊，就比你讲。 我讲，这个人你，你足足足足的咧。啊，也贪嗔痴啦、傲慢啦，来这呢啊，塞、啊、一堆咧。你看到足噶，在我看得到塞一堆。啊，你敢若足一人呢？啊，来底日日落落，你拢无看到，因为你的贪嗔痴还有，你看他就喜欢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不到他的里面的那那些污浊，只是看你的表法。我讲，赔礼啊，对吧？你敢要要个哎，无啊？

我讲，我讲多谢咯。但是现在在修的，就是内在那之着还有有，现在就是在修正的，在修的。可是真会到，一般无的呢，真好改；那这呢，真歹改。改这项改做白改，现一要跳过呢都改掉，还没跳过都改掉啊，这是很难跳的。我都讲，那这关跳会过呢？ 他比一般人超越，因为这样的姻缘他能跳过嘞，不用说远离，他能跳过这一关。他也是修的很好的人，爱听好不？所以讲呢啊，在修是各种姻缘都有，就是讲看你安乐去修证，你有魄力不？还跳好不？不就是夜道不夜道，都是即关不关的，如是也得轮回，还是反复。 还没悟到的人，就这关，听好哈！啊，我执我见，所以讲咧，你五执五见咧，格条咧咧，你你五执五见格条咧，无车的物件咧，但是你五执五见格条咧，你我真世界真歹看，同款意思，安听好不？啊，咱国遮个有五执五见，国有阿达子呀，几几啊定啊，啊，要收咧。 我讲薛继伯卖甲当，咱诶修什么啊？卖甲当舍一舍这些呢？那、啊、舍是什么？卖甲当。叫呢，我拄啊讲诶，啊，下一个行足足够你用了。你到底有用遐的无？你逐天咧想，逐天咧改。你根本都无摕提遐的物件来用。人咧修行诶，人，拢爱摕遐的物件来对比这梦想执着。 你煞拢无伫用，煞逐工在想，啊！你包死耶！啊！你包烧糊呀！你根本都无摕食来用，分点做，分点也唔得呀啦！哎，听好哈！我讲我真下真大，你毋要看平常，我教你斗阵拢安尼教你背。我现在所讲这些，都天天都要做到的。我不是坐在这里才讲的。哎，听好无？毋是坐伫遮讲，哈破事摆咧来讲。 这样，那先先这样讲，你在做的乖乖的听下气呢。这样，这个啊，这样这样，就来呀、啊。你看着，一点都没做到。所以安利边安那假嘞，无以,以教奉行，一搞教化。刚那用你的贪亲戚的用，那呢，你永远修不正。 若买咧，收净土法门，念即个无量功无量修，念出你名出来，卖白咧你逐工咧卖，分嘛无啊多多哩，都安尼来啊，安、啊、听好无？啊像安尼你听好无？在家出家，我们有做做姻缘咧，尊公我即啊讲过，加二十个咧，落下当然伊教弘伊完的行咧。 让你这个色身呢，在后半段你悟了，让这个每一个角落都有菩萨示现，千百亿化身，每一个角落都有千百亿化身。哎，听好不？卖公车干加来加，在生生世世的在哪一个国土里面，有一尊佛，一尊菩萨底下示现呢，众生就真的利益就得到了，无量无边众生得到利益。 你遮眼睛，你就一下眼睛见一下。你你法官要行菩萨道，以菩萨为伴侣。你都是遮遮遮，你拢会当啊，完万的觉醒，严成的啊，啊，完完诶，所在咧，觉醒圆满的，真的成为佛。明白？心同弥陀，心同弥陀，愿同弥陀，愿满无上菩提之愿。我逐工要修这，我不爱修别行。 我不爱讲，我好好人，好好诶，福相甲糟蹋掉，爱跳无？我讲安尼敢跳？为什么就要被这些而反感？我讲你福报瑞财修来咧，你若有遮物件就要福报咧，哥你咧认真用功让佮上个领导去。主然你的单位伫做咧，主然遐按着做起做，唔免咱去强调他，自然有，因为你有修有正。 气内拢啊出来，互你用，镭说积来嘛，一直滚滚而出，引出来了，你都毋免，你讲我比人较打拼，那无连食都无，是为甚物？因为没有往内求。你这修行人呢？为什么他就悠哉悠哉，他福德各方面的得，能够那么安稳呢？因为伊本心呢，能够呢啊，在这当中呢，一直精进，一直一直精进，一直，伊拢用气内用一錢，伊卡扎修来气内嘞滚滚而出的，再这猪牛拢是炖嘞，过当分人用。 色心圆满，安听好无？安尼叫做修行，无是虾物叫做修行？听两步一啦，啊是会当感受一物仔，啊著开始学做。我讲内不要求呢，不亲近呢，哪来就是一个觉悟的人呐、啊？啊，咱就向觉悟的目标来行，安听有无？更较好，更较亲诶，几十年斗阵无赢，无呀，你若受着这個，你著会惊死。 你若想着即卖，咱在趁在钓即几页，安尼逐工安尼钓安尼钓，有一工若无去，我无去，还是伊无去，要安怎？你敢拢无想着这個？你若想着这就，就较较用命真真，啊，叫因较用命真真嘞，牵因行，爱、啊、听好无？安尼毋才钓，家己在收啊，拢同齐在收啊，共你钓我，我钓你，安尼拖来拖去，毋知听我什么意思？有什物好拖啊？ 拖拖刷刷，拖去地下去啊。呀！了啊，拖拖刷刷，拖,拖地去拖拖拖拖拖地下去啊，阿公爱听有无？哈、啊！你讲咧，即个意味我平常拢会甲你讲。我平常你收甲金啊，是我拖你来收诶。我讲你瑞雪收来啊，即句话涵盖是毋？你瑞雪收收，毋论几千岁、几万岁收甲金啊、金啊个听我甲负责来教法，我下负责甲你讲安尼。 是恁收来啊，哎、啊，听我负责甲恁讲教化。哎，听好哈，当你咧饿咧，你嘛是安尼教化，同样意思啊。哎、啊，听好哈，我希望每一个人，你讲我会讲遮，我希望恁每一个人都、就是像我安尼讲，我比我讲话话讲，我透彻，我较圆满，就这样。哎、啊，听好哈。 希望大家不要天天修行,修行修，修行就修得我唔讲安尼呢，你就当到嘻嘻哈哈尼，跟人斗阵。一般人不要跟这些是徒弟还是在家人那打作会，一定相照诶。你整天都没有看到他，绝对袂使男作会。男作会，你就想讲伊跟你同款，都看伊无记，都跟伊同款，连气性地嘛跟伊跟,跟,跟,跟不拼你平，袂使男哩，是吧？走进人群当中行菩萨道。 该配合，做一个不请自由，爱听好不？这种是，这一个像这样的，暴路在一个人群当中，哦哦，砍砍，贪心起来的，累死人了，哎，累死人了。啥别梦想都归安嘞，乌沙沙，嗯，足恐怖的，爱听好不？恐怖哎，卖讲你讲恐怖分子，啊安尼恐怖不？ 啊，所以说啊啊，成为一个修行的人，你是在修，你是在修的人，你才能够念到你的自信，念到你的决心，也在行你的自信。你是哪是修到过去看到你蒙蔽的人，你个安呢？啊，你敢讲会过？讲未过呀？阿条啊，你做人安呢呢？归互补音 M 呢，自然而然你就受用了，很受用，非常受用。阿条啊。 毋是叫你安尼，我要安那请吧，想足多。你讲修行人，都死死安尼，无伫创啥只顾只园啊！毋要小看，这园真大真大真大，是你看袂到，你敢若看到表面上的园尔。是你的心狭隘到呢，看到的只是你的妄念执着，看到你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出来。还挺好哈，所以希望大家呢啊。 不要用狭义的心呢来看所有的一切，要用放大的心来看，那这样你就會看到自己。人家好嘛，你家己走出来；人家好嘛，在你的佛性来的，那你会懈怠，你甘愿来去安尼用身心，啊是讲为家己来安尼自私啊自利，啊是讲呢啊，拢是呐啊，规宝贵的时间都浪费掉，不可能的代志。 哪有可能？迄恁兜甲阮兜迄佛事个代志，我无代；迄事个代志，我无关系。我没有这样。当你在家呢，啊，如果还大家已经法法无法度，家己无法度自拔，什物人家己救咧？有呢？可能也看到人，我讲十方一个诸佛菩萨甚好念，你爱记得即个物件。 要你自动的这样来行，不可能的事啊！你被对的啊。哎呦，啊，个呦、啊啊！那这样你觉得呢？累不累啊？好，所以讲呢，那呢啊，那做些有好,好，囝做些大好大笑，叫、就、做、是、无量无边的大。然后呢，不要让十方诸佛菩萨一切众生而、啊、烦恼，让大家的过好叫过好，啊。你呢大笑就做到了。你自家面头整这个、北部，我用好家叫过安尼我都好。 这只是一个阶段式的而已。并且带好的心呢啊，过后就是大号。我以什么佛的恩呢？我怎我要怎么报呢？什么都没办法报。佛、啊、唯有身心奉承善呢，嘎嘎的修净，好我以他为主。我要干嘛报恩？只有这个能够报恩，那不不啊？还呀，对喽、就是，都是你都是不好。 爱听好不？什么叫做好咧？爱听无哈！希望大家我来公安咧，在极限的执着、极限的范围，那一几个人你搞不定他呢？加倍的，你若有安尼智慧，干嘛搞不定他？因为能真心的能够引动他们，安尼都有法度啊！无，你看你加济人，安尼遮困难，加你也不容易，嘛出家，加容易，你嘛安尼伫遮，安尼伫店铺底下在行，无间断一直行。 那安你那哩夸呢，难不倒你。就是说，你呢在在修正修正当中呢，这些路程，它就一直，点路来路弯弯，路弯弯，比卡扎卡弯弯啊。这人嘛，路来路弯弯啊。哎，听哦，看差价嘅物件，你都跳袂过。逐工伫下遐，你要感觉足冤枉嘅干。安尼著是我甲你讲食嘅，你拢无去想，无去做。干那想，干那干那干那隐线的物件，伫遐，留住在那里，唔刷开安尼。 舍意，然后呢？啊，牵挂呢？牵挂五欲六尘，这很重要。哇我我顶家跟你讲的呢，六波罗蜜都、就是菩萨得修的思维。六波罗蜜，第一的布施就是把啊执妄念执着的啊这些忧虑牵挂啊舍尽了。六波罗蜜第一步都爱修这样。恁就是恁得修什么密的啊？啊 爱、啊、听好话，六菠萝蜜第一类都是爱说这，毋是写毋是你讲我有写钱，我到底写要六菠萝蜜，头啊迄我咧写，我讲你这是不知道以后有受用，可是用尽还是多咯。六菠萝蜜咧，第一类咧就是舍布施，舍掉贪意。<六>我拄啊讲这，这拢爱记住，不六菠萝蜜，第一第写，我拄啊讲迄都包含在内啊。爱听好不？这若无呢？ 你讲要开哦，无办爱条件好管无？不管呐，讲真管真管，讲无管你即卖现放下无啊？啊放下是咩呢？卖甲少，卖甲重，搁较济代志好做。你讲卖甲贪，卖甲重，坐咧点点啊无代志做。我讲嘿，心无代志，真济代志好做，你才能容纳更多的辅助跟因缘跟力量来承担。 你就只嘛小看尔，你就达袂哩。但梦想执着，你就高伫遐，都爱爱爱餐呐。心病外口嘛病，看什么就烂，啊毋是白了了啊？啊听啊，心内话变四页啊，变四页啦。所以咱每一工修行啦，要变华佛。啊，听好哈，华佛，哎、啊，你听好哈。所以这些呢，一定要记住，不要小看一个修行人。 认为就是这样而已，噶人敢换啊？得怕碰，还、啊、听哦，哈、啊？我每一家哦，我私心,心动念，拢未当是都不,不都爱过嘞啊！较紧嘞，甲你让较紧嘞，甲你讲，较紧你只哦，慢慢嘞呢，嗯，说的有理，也个会听哩，好，我蛮诚实，还、啊、听我。 我万正想，万正想去。我讲甲安尼有听有无，小可听有好。我万正想去，灵感再来想去。听有无梦想执着，你贪着一个人，贪着遐，你听有无？嗯，嘛是有你。我即马暂时卖想，灵感再过来想。顿嘞灵感再来想，咱有这个无？咱是这个无？那这个,咱個是在俄罗无这个。 乌，估计叫做乌鲁木齐哦，是毋是？哈，是毋是？我刚才看迄囡仔咧学迄个电话，我就笑甲我哟，我学你看你嘛笑甲安尼。哈，哎，广东安尼摕着叫人提这个电话伊就气噶，你疯啦，你疯啦尼。人用手也毋是用电话要拨倒你爸爸也欲讲来，安尼夹起，安尼毋安夹安尼电话安尼，哈，喂，阿、啊、姐，遐扛起来。 我好耍喎、哦，我是哦，就好耍只，我嘛学恁九啊。啊，夹起，安尼安尼夹起，我拿电话，挂跳挂，丢一个，然后着着着，你若安尼呢？光落若当咧，贪，当咧安尼啊，贪吃，来讲要甲，真难诶，无煞煞。夹起，夹起来，迄囡仔来夹起来，一大，生气甲，你个，看我咪，你看我咪，啊这个，你气噶，你疯了，你疯啦。你 哎，假呢？喂，我不是这样，我没有这么坏哈。爸爸，你你，我没有坏坏哈。他呢？你看到是怎样？你看他是憋气吧？我看他他是真的，看到他是真。你讲我眼睛讲讲，我都别还给呀！我讲你假给的，一斤毛、哦、一斤，他真真，你听懂吗？真心流露。 你看，我们来背字背字，很是极来，听好哈，好就这样，不要小看一个人，我每一个人都不敢小看，因为他会成佛，所以我足够来讲诶，我足够能够来点你，你看噔，来听好哈，我爱去做佛，因为你们是未来佛，你一定会成就，因为你是修道现你念一句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你一下佛，你会成佛。 就度尽无边苦众生，还挺好啊、喔！所以不要为了一点点、一丝丝，我在我看起来是哎哦。看起来但安尼，咧，毋知要安怎讲，无物件，啊，著安尼转物件呢，所看着那会拢转神经病，会安尼无？都是神经兮兮的，都神经夹毛，都一直以为啊找来去、一处来去安尼，神经病。 阮呐骂你神经病，你讲，煞看到神经病呢。我讲，倒一只？伫倒位？伫倒位？倒位？安怎安怎？我讲，你嘛差不多啊。哎呀，好无你嘛神经病，逐工咧空虚妄想，毋是神经病。都伫条神经夹无好，毋夹倒倒来噶，一处咧去，迄毋是神经病噶。我讲，逐工你受气个安尼安尼，头壳想空想白。我讲，我天天都看到好几只油粉在那飞来飞去的。 飞来飞去的游魂，哎，听好，你讲说幽魂的哇，一家一家迄种游魂，哎，跌倒跌倒，讲立嘛是。哎，听无？游魂，哎 <music>，听无？我足惊鬼的呢，暗时啊唔敢出来，我靠，什么动静？我毋惊，我惊。我讲你比人高人高我我，佫较惊，我你我比比你我惊，迄，我毋惊惊你，惊你诶，贪心之牙起来。真

袂使博哩，等下割我，我看要安怎？即输人拢用博诶，哎呀，用博诶安尼，听有无我过剥过互你贪着，哼，剥甲我咧添加目睭啊咧变安尼，你看目睭愈来愈细啊，拢嘛厉害我诶，嗯，愈细安尼，啊听有无？你著安尼哼，安公公安尼，安尼个嫌呢个嫌，嗯嗯、ophobia, 還還 ational, 我都毋知着众生毋知咧嫌啥物。 太屌了，所以说有时候讲到苦口婆心啊，感人啊，所以说呢，希望大家呢在修行，懂得修息，修正自己，信。